也是路。实现两盘路线不太好是吧？嗯。芙蓉王，这个芙蓉的烟又是四川的烟。芙蓉王不太好那个。因为芙蓉是那个，为什么叫芙蓉这个烟？为什么芙蓉四川烟？这个为什么？因为那个后蒙族叫蒙昌，他又非常喜欢芙蓉花。操他娘！知道吧？蒙昌当时在那个成都嘛，不是啊，种满了那个芙蓉花，所以叫花城嘛，啊，反正金瓜城嘛，金城嘛。芙蓉就是四川的。你见过芙蓉花长什么样的吗？嗯，我不讲什么。涅槃是乐，武功。我现在装备手牌完全不足够，我有火攻的，而且会无懈可击。工作人员请注意，请十九地底下机，请及时启动桌面。工作人员请注意，一二三号机已爆弹，请及时清理桌面，处理死者遗体。蓝蛮入侵，打物价说啥呢？哎，我看这台机车烂第一波嘛啊，我看第两种感觉，第三波是为什么不好看？因为到牙花了，镜头拍的不好。开光也不好，好吧，到家换新的了。机车烂的，屁股在锅里的了。它不好是吧？嗯，在锅里可能是个好导演，人家配他配那个，他配那个，那他配那可以维护四方街嘛，也挺好看的。就他那个风格好像是不一样，那个导演好像不止配了那画导演的不行。那第四部嘞？你看啥？第四部没看导演，没看阵容，不知道。第四部在锅里导演还是？第四部就是那真正想陪的吧，就是主要是张国立他老那个他们仨人也没他们两个就是有点朋友是可能是啥、啊，可惜其实他们的话也年纪也不爱陪那的，也没那么多精力，你说是吧？嗯，张国立抢个舌子吧，抢个舌吧，没有舌了，还太难麻了。一点老啊，一点老觉得抢下来。不要染眼光，染眼光你还聊了讲才能使啊？不是你得说一个单圈一个小圈，没看着。那时候那个没有那个欠光的时候还不敢蹭光啊，欠气嘛。啊，你们看欠气都是厚，这个光厚啊，这厚炸过什么？灶王、魏王、气王啊，都给蹭光开了。好像那个周武王，那个前武王，你当嘛时候被那个周武王给灭的是吧？前朝前王。嗯。你看不起你了。算了，给你灭了。其他周武王也不算什么，哎，灭也灭了吧，该我什么事？嗯。下面决定咋说了？我操。老亮说他决定咋说是，当然是他有两项记忆，一个是因为。欠国是以武立国嘛，他决定还是为了丧武，鼓励那种精神，二是为了那也不是的，不用了是的，耀武扬威，耀武扬威嘛，咱是欠国的势力，但是这个国有嘛就行。哎，我没想，我都没带，我告诉你，啊，就发无想，我亏着没浪费吧，不要带了，那是的行吧。哎，鬼夜的天发凉的啊！哎呦我靠！怎么样？啊？怎么样？他有距离，主要是吧？他没距离外打他，对不对？他太小了，主要是。啥比方肥肥，啥也不美。
挑完了。他家学宝宝的看看一会儿。黄忠、吕布、黄忠和吕布有技能啊？啊？嗯。看了吗？他不是，他是傻子，师傅是用傻子，没看着。吕布怎么傻下吕布啊？就有点像，有点像黄忠，是不是有点？不是，他下师傅是用傻子，你其实。是啊。吃了山中，我把套关山的。我是见血就撤了，到时候我在这边打个武器啊。操，先咱妈撤下来吧。对闪电皮可不是一件好事。哦，什么意呗。我一个山铁索山火山有一个老肯定要打出来的是吧？啊？跳位感觉这孩子有点啊？啊？是吧？哎，你顾不着啊，也没咋个。你也跳位的吗？哎，不是位置哈、啊，这不是为刘兄解战学道呢，就怕。六号，你怎么打的还诡异？我感觉就是想全，感觉他怎么？还有战度，有战度。哎，双刃，我操！我以为战度呢，我操！原来战了六号去了，是六号。咱逗逼。不好意思啦，孩子们，我也不是故意的呢，你说说是吧？啥？嗯，你不是为拉上你？禁止聊天呗哈！我操，禁聊了！哎，去去也不去呀？嗯。有武器啊，不给你给。切不切呀？你切不切呀？你哭好呗。是我惹他。什么？刘刚说什么？刘刚说什么？不管俺帮身，我咋唱嘛？这是第，这是啥的？啊，他不去的，他去演员，没事，那演员，那啥吧，他要再去吹那演员，逮不着我，我也是你这样，啊，他，哦，给桃园，哎，漂亮，桃园，你不是孙木胆子小啊？现在他要来带输出。很好啊，你打得很好啊！雷杀他也不杀，炸的他也不杀，慢性摸盆，看来是有无效呀。连我手有个无效，上三套吧，那是必须上三套的。吃九块，三。漂亮的，漂亮！铁托，你肯定不是，你肯定不是吴国的。因为你我当时你为什么打不起啊？两个不用你打。我操！你打法实在坏，太不难了。拽上了啊！我这留五下就发三点的，你知道吧？剧中人现在时刻到了。皮蛋，天命！哈哈哈哈哈哈！你是当没帽子，没用的这一套。皮蛋，还有二号嘞？你救得了？还有一个，你吃个，你给错了，你给，你再给，你再给，
你再看，你看别人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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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有错，你看有错，你看别人能的，你看别人能的，你再给错，漂亮的一波，太帅了啊这波。他给三儿大哥给套完了，咱真有钱，不该救了他就是啊。嗯，妈掉的虾，你得动他，这时候要你命的时候，他就得动他。你起炮得不炮，你最后你舒服了，你遇多了，你骗呗？那骗他骗去吧，你骗他有什么用？你骗的，你不用炮，你骗的有什么用？他下次还叫学你啊！哎呦喂，去！不行，没有了。你死不死啊？你死得都三硕士自己啊？得都四号。自己三硕士。得都四号吧啊？还有吗？我是轩宇哈、啊，漂亮，真是漂亮。天风叫揍的没脾气，太狠了！铁索连环活杀，乐不思蜀，漂亮！死哪块了？你看不着人，不是叶哥行？你咋的？哎呀，你咋就没事了？你这不会偏点了？你这孩子，你这没还不会偏点了？你这咋的？不是叶。漂亮！这我救不了，刀。掉下不轻不轻的吧？看你是，你咋没用咱组合？先说四号，你又是那个泥坑里的泥鳅，你发不到浪了，我跟你说吧。你自家吧，你是你自家。你是左右，多看你一眼。等下没抓住等你。嗯。那给个藤剑吧。那更好给我藤剑吧操。完了下手再送你吧。哈下面再去分了吧。他给去黄不好给去黄吧他就病他。给我没有牌。哎呀。我死。卖一行学叫梦有什么关系。我操。闪你不管闪你能讲明闪我闪不懂我吃三肯定我操不好给我这样给这个这样给我这样两张有错吗给我这样两张给我往下吧往下忘吧有错吗是不是我没错我忘吧忘吧忘忘忘忘没有套，没有套，没有套。哎呦，给个套，给个套，给个套。我没有，我操。有，那就咱犹豫什么呢？这还也别这个。我都跳了，你推个这干什么？选的叫徐航啊！完了，我跳边吧，跳边被那个停下挪了啊啊！我操，不好打了，我操！跳，投牌，投早院好加血的，对，被那停下挪了啊！我想被那个。把扇子给他拿过去我没点点了我没点点了我死了我两个扇子就走了我没有了完了没有扇子走了没有压边扇子压边扇子带我那个扇子的压边扎的那个什么不那个那长白吧跳那个跳索吧，那个跳索吧。跳索。那个跳索那个装备，那还有个什么？
那就那一个山吧，那个山一个跳索吧，那个山一个跳索吧，把那个长白跳索，长白跳索。我先是开个无中生有，对，哎，有物种，弄干去火胆浪吧。啊，别打他来说。绝灵去火打不着，别是别去绝灵啊！别怪吧，别怪，别怪，别怪，难怪了。咱也买，别怪吧。没错儿哈，漂亮。超能了，去火，先闪走腿啊！闪走，闪，闪走腿，闪剑血吧，闪剑血。不忘记，忘吧。不忘，不忘。把剑血给拿个上。怪别怪吧，怪别怪吧。怪别怪，再给你盖个盘什么的。去湖。下边别的。去不着。别去，别去。去早运大神买叶子城了。哦，他们长叫人买。老张干不出什么事来，他打他之后，下边一头。他那头肯定下子周边的，没用打他。有点要要这个那个老张的那个血线，不是蹭不着牌儿。早愿意上神门也叫人的。这青钢甲是无反应的了。这青钢甲给挪了不行。这教学不许玩，教学应该上我呀那是。把那武器弄挪了吧，挪给早愿。啊？土牌儿对。挪给他也不好、啊，挪给早院吧，挪给早院吧。他鼻子有挖水、啊，你别忘了，可以走胎也行。给走胎吧，给走胎吧。有啥吗你？算上吧。我没有啥。有啥？有啥啥都有。但你打地下不怕事，你只要有个啥就行。有了。你个眼边啥个？留着 K 点还得拿个这个。别咱不去了。好给我们他去了。第三。别咱不去了对。去火打浪不行，忘吧忘吧，忘，忘吧忘吧，不忘了不忘不忘，我去火吧。去火什么这么牌啊？狗。哎狗。不太好，不够了，不去了不去了吧。不过是，走完完有 K 点了，掉地下不过是，不过是不能了，不主要是单台上面。一是要学习学线，一是大家能走太学线，走远点还打是不对的。这样这会儿主要是被那个青蛙吃一下。哎呀，那啥，咱看见了，反馈，这不反馈呀？他不觉得我了，啊，他觉得你也行，还海滨奖，海滨奖，我操，咱不给怎么一段装备？你没啥？没有，啥要拼去了吗？哎呦，什么爷啊，什么爷啊，什么爷啊！把那个赵云给并上。对，这样就对了。全力射箭学，听了吗？啊？不是青钢甲挪了不行？这青钢甲挪一走台也行。把图说赵云上教学的。啊，来口酒！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那你看看。你看看。我给不能给留了，留我只能弹一张。好不好？没有上教学。哎，没平点，没平点，那你玩嗝屁了，你说。有太多不确定元素了。啊，你这不是找死，你这不是找死，你这不是，你这不是找死，我跟你往这么。不往不往。我跟你往这么写。甩嘴近点，你甩吧。
哎，怎么又掉下来了？怎么又死了母鼠？不行，哎，出回出不是不行，妹妹下吧。走，三。第三个漂亮，漂亮，漂亮。青光，哎呀妈，手快点，先手快点。那去活去活那个缺是谁？漂亮，取不了，谁都取不了啊！没事，两个都冰上了。我吃个套吧，啊，留个套吧。给，一定得给。改了，给，改了，给。行了，不能再动了。哎，两个冰都挂着呢。哎呀，四面有道，咱着急的状态太差劲了，铁锁。把这狮子拿给他下边，但是那那狮子有点晚了，是吧？太慢了。你这个四面有点，靠住那家学不是胖胖的脏，不偷了，把那个狮子挪给四面叶吧，把狮子快请俺家挪来行啊？哎呀，不好说，不好吧，把那个狮子给挪。青钢架，你不青钢架给挪了吧？青钢架挪不动，挪给走太呢。还有猪？还有个猪。死了，没办法，死了，死了救不了。这挡不住的，他没有办法，挡不住的。挡不住，完了就是要输。你去湖妹妹下吧，要不行打不赢了，我操！我操，两滴血。家旭太强了，怎么一直起不了作用啊？扫了又放手不步，你那个、你那个杂数太多，你真忙，我操你娘的是！你怎么打一跳三还怎么的？这先说远几万没什么用，不是的，那不像是个那个嘛，是个先说段嘛，你放远点。过过正了，这怎么过过正？不觉得有加命空间呗？我也多要加血的啊！啊？这不又是咋牌的吗？加血，我要让你死磕到底啊！加血，收获胆浪吧！不打了。尽你之手，与他一搏。子涛，你这给周太？那、啊、给他吧，来弄来弄他吧。人家学啥的没教，也不能挖菜了，弄他，乱用他不能挖菜了，弄他，啊？嗯，对不对啊？啊？用他也得防着他。嗯，这打他去了。他固定也觉得是因为设好了，对不对？哈哈。先讲明再往下哈。瞎煎饼，大丈夫贵气，何居相平？嗯，家旭太强大了啊，家旭吗？嗯，家旭叔叔太强了。那时候马放就看出来了，我操！选叔叔什么的不管用，刮柴。我选赵元的，他俩结盟。哎呀，那俩挪，
我想办法把它情况下去搞一下啊。你练去吧，昨天我把练弩那儿去，那儿摔那儿摔了。早院有练弩，不能给他练；早院有剪叶梅，不能给他练弩。漂亮，对对对了。炫早院剪叶梅去。你忙得很，小徐。忙得很，小徐。不哭，不哭，不哭。把剪叶梅拿下来，你打五血是你的事，剪叶梅拿下来。还别忙着呢，那什么都行。那手帕啊？啊？嗯，加一百吧。哎呀，我操！操奶了，我咋不动你了？操奶娘！咋不动你？我操奶娘！你掉下不轻不轻的大叔说的了啊，是吧？那咱没死，那咱死了。老张这还就是基本上等于死职了，就我一直在帮老张呢。老张也是，老张其实他应该是上教学的，我帮他忙。那我不要了，甩味道，我撒两块，是不是啊？你给自己接吧。嗯，加叶梅去夺冠，你摔完了，你去加叶梅，你就是。我下边教学多了啊，教学说这个目标，早院打是做不掉，还不打不掉早院。我摔啥了？摔啥了？我拆哈，直接直逼吧。直接直逼，直接直横，那个卡着手牌也行。出货打了，跳槽直横。嗯，再决斗他。去不了火了，你决斗他。那学剑学不着呢。没戏吧？不往下行，你看着吧，卡了吧，卡了，卡走运吧，嗯，我的配，看到，卡走运，嗯，卡了吧。行啊，你活着我就对下你行、啊。漂亮，漂亮！你咋就一条乐了？是不是？我那个胖娃，你主持一个月。老走院吧，老走院吧。嗯，那下子不是。不是。他明白。甩手。那是。甩手上甩。对。甩走运手牌。先看见学吧的时候就知道。看见学吧。就是看见学。
王爷姓黄的王熙啊，放上佛子，看见学吧。这走院会麻香，我不打你，我去你户姓，用丢掉一下。加倍，但不敢被你闲聊也低了，看着不都？叫学的估计是吗？这别你别，啥意？闪一刀，你加三张命不怕死？他转开看。四张命，四张牌。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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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来了，训训。你怎么不死了呢？一个老，一个蛇。先看这，到再说。不行，别管，还是拉扔了。哼，没有他。拉哈。藤家留着，藤家留着吧。嗯。先哄人的是。大乔他不眼力啊，你别看他那个光盆两单。化工好，物种化工，物种好事儿吧？化工，化工他呗，先化工那啥？啊，你看什么？你看看，你给他往，往西？不往，卡着卡着卡着，操哪了？别是那条命了吧？别那个挂那个，别拐扔了。白拐上套扔了，留着那个麦。麦有用，麦比套有用。麦比套有用没关系。不忘。三万。你这什么？加明侠。忘吧。哎，又来个麦，又来个化工，这属孙能力。人往端，桃花，啥？那啥？这歪大点儿，先化工他呗，你。哎，不给他，不给留着，留着，装上，人往端装上，拿了。不。你知道吗？这啥不美？哎，来桃了，桃好了，你看看桃加个拉，你看看呢？那不要紧，我拉住。我什么了？你是怎么了？啥再吃一下啊？那就是可以做录像了。杰明，王谢吧，还是杰明？王谢吧。王。来唠嗑了。王呗吧。三千刀，我操，不合适了。那上面的牌是不是给他了？不是，留不了，留个三个呢？这，操，这个拉太伤了。这决斗也死了。三，闪，肯定闪。训训连套，五中一得了。先一点了，骗他无下。无中生有，远交近攻，无下。哎呀，套！顺手牵羊。哎呀，操！那打个屁呀、啊！咋玩的？你说个屁呀、啊！撞上那个大门。哈累吧？无懈可击。无懈可击。你怎么的啊？你咋的吧你？啊，你看你的牌，你看看你，你闪光灯就是开套圆。
哎，嗯，对，啊，要买啥个？根本不给他毛，不给他毛线了，是吧？嗯，不给毛线，王继飞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你看看你，你看看你的要不要？桃花冰，你看你的桃花冰，你加开桃花。桃园结义，桃园结义，天煞制衡令，看着。欺负你也不给手拿点砖，挂上，把冰留着，把那个三方大纹挂出去。不要了大纹，不忘不忘不忘，冰他。你为什么要加点血呢？哎呀，跳儿，跳儿上抓肚子去啊！跳儿抓肚子，跳儿是命。这还拼不拼？不忙，不忙，不咋了？不忙，俺俩跳儿不拍，啊不拍，你打吧。想，哎呦，哎呦，人没短没去伤了，对他，哎。摔，你摔时候又摔，再见。酒给他一个套儿他都想怎么样啊大家行大家闲着闲着夸咋夸咋说了之后大兵不必快点再来一会儿再来一会儿再来快点我穿上来吧罗星啊我穿上来了吗再出来播放啊别一点游戏他就给你傻了是吧莉迪亚，莉迪亚和那个轩宇是吧？我有个不举。翻个翻给我，我怎么保存下来吧？你保存不了你的了。我这个一本儿哈，我退出去冲你组织要看的嘛。翻群也行。不举，团和大条是吧？嗯。弄团儿弄大条，我操！离家比轩宇却好啊！嗯，就回头有个风雨的反光片，我就拍那个走远嘛，会嘛，来个老会来个老也拍片了。快点吧！家轩宇有好几会能摆摊做掉的。嗯，他听我家中他不是我，你说是，我也没手拍，他说拍我有个套是不是？拍的不三个拍是吧？一下三盆儿，然后再一往起一下四盆儿，然后再一训训，这看这散了。我盆量太大了，是我都不行。嗯。这个离家配轩轩嘛，这往起其实我之前可以一会儿可以不用往起。嗯。应该算是运气好啊。啊、嗯。拉了之后能留着个三吗？看着。
就是某一些就是书牌都有。嗯，这是放月装备也有，我操。那啥呗，我给你按照待五小，你说完全居然没动啊？什么？昨天给你按照待五小是吧？那四号卷都热干凉，热干凉跳出来打五小。我看错了。小姐妹，我嫂子，那五小也行，哎，那五小我操，那小姐妹，我那个长辈吧，那五小一张画张的吧，不过是那个啥，妈哟，那个老 K， 那长辈我没事。我现在你哪行我那啥不现在长白行了剪刀也行不那是剪刀太嘲讽了哦那老开啥去了那咋个活呢真的长白吗你我手有武器啊你没啥哈啊哈哈你心虚他要走啊是吧他这样得走四号四号跳的是群技能技能你不亮了操我看得走啊还不然不行了他得走我了这不行啊嗯嗯加工榜第三名，布朗熊攻高大张熊就一分。边上走个两的天无邪没意义。嗯。调查将会是一个，还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你这是还差方好吃方面了？嗯，不好吃。不是差了，你多少年没吃了？好长时间没吃了。我半年没吃了。那榜单那一层包的啊，咔哧咔哧，巨香啊！陕西的。这真山辣椒了，这三号的，有距离那个卡七号也行。哎，对对对，逮到貂蝉，貂蝉是最大的威胁啊！对微光芒啊这个无限摆了吧把他发了太甜啊
不要往歇了，你盘拱我不往歇了啊？不对，不对，应该老铁号，他不该老吊他，啊？对吧？你磨量磨量都在我手了，你往什么歇嘛？哎，漂亮，漂亮！哎，那张过正呢，我操！不好意思了啊，你不能怪我。把商家扔了吧，把两头扔了吧，没有用、啊。不要留两头，没用。有一张山，目标打出去。你不亮就看见了啊，小号，小号不亮。谁动作啊？是貂蝉呗。都说放竹浆、啊，谁说这么想的？人家也不拘一格呢。看不着诸葛亮，还有姐姐们。哎，为什么不练貂蝉呢？我死了，脸上就看到。嗯。那死了，然后他一摔，他不死了？丢啥？他拍吧？丢啥死死呗？啊？不要给他往下了，适可而止，痛。小号你不懂我也走你，我你说吧，这木什么理由我还凉了，走你木桌还没敲呢，是吧？打无下量好像得刷四号，这为什么不练貂蝉呢？为什么？啊？练起来好，都练起来，统统练起来，不走也练起来。但我估计这短说不短。哎，这人不好攻哟。这个烂得重。这是坏的呀。啊，这是坏。这叫啥李家窝？就连着不想掉这几枪，那诸葛亮好牌吧？看诸葛亮敢不敢敲牌？不敢好。漂亮！我诸葛亮不舍得换好那牌啊。没二张，我操！把石头给我，把小的盘，李天挂不着我的盘啊，挂不着你。小孩的盘。青钢剑出来了，寡子夫出来了。如果没猜错，他有啥？他有无邪的。我知道你有无邪，留着家人们。
哈哈哈哈，看我大翻三围。就哥俩，你以为你能逃过吗？你是姑婆啊，小姐啊，柿子给选了吧。哎，这个天怎么得咋了啊？啊？这个皮肤不好看，画皮肤。那不也是这个东西啊？哎，你还弄不弄？断啥断不？断呗，你断呗。那呗，我边一会儿我过瘾就行了。补个量，补个量嘛啊！他现在这个补个鱼没事了你了。小航，你两炮保不住了，小航。哎呀，我操！我也是。啊，这我，操！太幼了，这个五谷，我操！哎呀，一片的红，我操！呵呵，看那个。九哥，不中，加音，别来那个，不给他留块头，我操！哎呀操，我想学外语，套都是奶奶了吧套。哎，有奶奶事啊？有。你的计谋被识破了。哎，你也没是一个模式了。那我奶奶了不就行了？你给小小姐，我就玩一盘啊啊！完了，老兔，睡觉。刚才为什么要好喂？要好树，要好喂我多堆呢？对，走开吧。快说，估计会带走他的。啊？啊？他说会带走套红的。你要力加我九，你要杀我不救了。啊？你这是找死的，你是。啊！你这是徒弟死，嗯，掉吧。往西啊，他真是吗？还行，那倒不救了，这不救了，不然他养不过来。不往，我得救。都像吃的块肉啊，像烟头啊。嗯。我怎么感觉四号不太像坏人啊？啊？哪四个？嗯，这个都不亮，你还算好意思算颜色？我都不能掉下。
看着真恶心，选人怎么能选得出毕业的？哼！啊？你看这什么意思啊？你咋什么意思啊？怎么选得出毕业的？就说你啊！哎，你去陪我家不好吗？我是。打空了都不？谁听不见？嗯，这边过来给七号，不要来我那铲平的，不铲东的。那你计划带老头去了？你带都带，都带不都算了。算了啥了吧？四号这个群。这都是搜那个离点印图的该了。我搜没有好牌儿，那五六件去了。确实你手快呢。哎呀，开心太多，对。雕虫小技，你记大家给一号儿，一大家。无懈可击，妈那个逼的，给俩不要俩的东西。哎。臭味啊！肯定的。买给钱了，你带走我的点吧，我不救他了。中回去了，干啥了？演了，咱俩就是说几句，谈个时间。不等了，你等吧。我操，九里山。哎，我最后弄的天给你下子信号，你非投信号投我够不着，发现他嘞。我上回合我可气的是三号，我告诉你，哼。你以为怎么闲着的？
啥了吧？电脑手机热点，你这是咋个？电脑手机热点，电脑电脑手机，说手机开热点，电脑手机流量都不开，我操！最好别离家太多，我不救他了，救不了了。一视锁定，何惧同伤？你不动，小孩你该动了。诸葛亮，你以为你能独善其身？我八分，那这天罡你等解了行？诸葛亮，你扫吧，你走吧。你不打针对魏国吗？针对吧，我说为了。这眼眉又锁起来了，哎呀，真我是喜欢都锁起来。把扫上墙再刷下来，是啥吗？咋现在不帮我摆牌儿？也没咋个，也没咋个，别正解了。我操！别断锁！不救，救不了他，不救我这一个跳，不救。四号还不动，四号。哎呦喂！放魔了。那啥行吗？你小姐应该有好、哦、啊两十二张如果你没有练挪哎呀我管这副丢山之类的你抱不起来了看一张有练挪我操六号弄二军，他看六号了。七号，七号。你咋的？也别中，你不动怎么？你这咋的？我不弄你了，我就搞你了，你动呢？你倒是，你打你杀个人，你也不是，你不动他呀？瞎卖逼！智障！我操！真智障！我有微光没闪，我操！真智障，你小虎墩！你上死！你不要那边五火带走，那边带走五火一块了。真的是，真的是个带不走了，真的是个走胎。那啥，那啥，你带走你，我说。真卖逼！看你还没，我得放你那个天，看你把那个。啥给打完就行了但是我看也用不着房里那个钱啊用不得着房里那个钱啊那你亮你为什么不亮呢你抢戏我这样才无东西怎么了你就哎呀这死了这不是走胎吗他不是不是卡嘞哎有口酒好他不是小院门开吗
不是，怎么能让这开放啊？一下开都是眼睛，我看了。你亮了，还有个门嘞，你亮了。孙小强赢了，没法说，你看他的技巧。刘大盆儿，刘大盆儿保守估计两板呢。小嘴哥，我看有五成胜算啊！啊？嗯？小嘴哥有五成胜算。嗯。元素估计悬了，一板放不上悬了。开了也别咋个，吃厂王，多厂王，吃了他妈去他娘，吃他娘，吃他娘，打开大门迎厂王。死了，那小组哥赢了。还来不来了？看看看看看看，孙万强忙活一段哈啊！说说游戏嘛，他今天必须得在那儿了啊！看着前一刻还在那耀武扬威的啊！待不待太长时间呢？待了。靠，小后端有点坑啊！小后端，我什么时候打月胜利？我什么时候被魔人狗枪给杀的？好吧，等一下到此结束吧，录一个多小时，嗯，这还去录像吧？你操！我录完失控了啊！